年前是日子啦吼，我拄啊啊，即政治顶安尼甲看起来吼，有时候有四十年起来有啦吼，啊八十年先给咱遮都占一半吼，所以讲嘛，遮感谢啦吼，特别是顶吼，遮哩用心吼，啊一点一滴把它建设依然是吼，让依然是更亮丽吼，啊即拢都拜属大家功劳之外，啊嘛是所有的大家人共同合作团结，对不对？所以讲今仔日啊，金钟仁市长来办这个升格八十周年哈，啊，这个庆这个非常的好哈，让大家都能够啊唤起对于宜兰市大家的用心的一个啊理念啊，然后大家哈来向前迈一大步哈，啊，来够宜兰进步，搁再进步了哈，啊，而且等下要搁征求啊，啊，九点啊是咱宜兰的一个象征，也是咱宜兰的指标哈，所以讲这是非常有意义，再次来感谢金市长所办这个活动，最后祝所有的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。